我怎么睡在床上了？齐阿姨，苏晨呢？先生去上班了，他特意嘱咐我不要那么早叫醒你。苏晨去上班了，那我可以趁机溜出去，趁这个时间去找一下千木。之前拜托他调查江欣然的事，不知道有没有眉目。叫我出来干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一边吃一边说嘛。这家店的江南菜很地道，以前看你总是去江南旅行，所以叫你来尝一尝。我不喜欢吃江南菜，向暖倒是一直很喜欢，打包一些给他带过去吧。苏晨，易向暖回来之后你一直没和我说话。服务员，麻烦给我菜单，我要打包几个菜。江欣然，我希望你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下次再发生这种事情，你就可以去财务部结款走人了。那是向暖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